有穿的洋装，他刚穿黄色，然后我觉得，哎，纯净滑布宽松衬衫会需要烫吗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一直没有穿到这件？我对不起你，我等一下马上穿。然后会不会烫？等我穿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等一下公布答案。阿珍穿完告诉你。好，这是刚刚小白穿黄色的那个 Kony 爱裙，爱阳，爱对爱阳，爱阳。好，然后现在这个是绿，对不对？对，抹绿色，抹绿色。然后这个是黑色，然后黄色在更衣间里面，我要去挖一下。对，应该不用挖了吧？那就是大家看官网的颜色是最准的。对，因为直播可能光还是多少有一点点。然后它这个是淡淡的抹绿，然后也是本人也是漂亮的。嗯、对。然后你会刺吗？他是想问你会不会有感觉？嗯，因为它是有皱皱纱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触感，但不是不舒服的。对，有触感，但是不是不舒服，不是刺刺的。对，不是刺，因为它是立体皱皱纱，所以多少会有肌肤感，但是不会是不舒服的。那应该是这边，因为它这里是有内里的，对吧？嗯，侧边比较袖子的地方，对，袖子的地方，跟这里这一块会有皱皱纱的感觉。对，但其他还好，但不是刺肤的。对。然后、个人觉得这个方衣领赞，就是赞哦。什么、啊？我们店最近很常会讲，这很赞。布料纹理会不会刺肤？穿起来的感觉？那我们后退一下，给大家。好哦，全身好哦，全身，然后侧边，你看那个臀也是很顺。我们要屁股后面，对不起，也是很顺的。我把腰带解开给大家。好哦。就它是顺的，有感觉了吗？没有，它是很顺的哦。就是屁有肉的都不用担心。好，IG 有在看吗？有啊，我们不是在回答 IG 的问题吗？我们在回答 IG 的问题，没错。好，应该没有没看到。哎，要开穿到几腰？上件桃红色洋装。上件桃红色洋装是舒服加凉的吗？是，比这件凉，比这件凉。嗯，因为它是那种比较滑顺的，对，滑顺感，所以我觉得是皱皱感的。对，然后可以穿到几腰？来，我来看看，我觉得穿到28腰差不多，28、28、28腰、差不多小 L 号身形，因为它这个皱皱纱是有弹性，所以差不多28腰左右。嗯，好，好，下一件。没了齁，好，接下来是小白。